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en。 那很多人在看了很多的钓鱼影片啊，觉得哇，那个听进博大物的感觉很爽，结果买了一堆的设备，发现了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子，因为台湾的生态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好，那也是说造成了很多人都钓不到鱼。那十四档对钓鱼九次归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大家一个钓组分享给大家。那今天天气也不错，所以我们来试钓看看，就是软竿细线钓小鱼。好，那回到我们钓鱼的初衷，就是感受到拉鱼的那种快感。那天气也不错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哦。好啦，伊登现在正在努力中。哇，可惜现在遇到下雨了，哇，天气不太妙。那我先过去你那边拍摄。来个小椅子啦，坐着慢慢玩。好啦，钓中一只，超漂亮。好。
中了，栗子，很漂亮的一只鱼。看一下，刚刚一下子就爆桶了，有多少？这么多，瞬间爆桶，装不下，我们先放走，再来过。好 ，OK， 头家放鱼哦。好，来，放鱼喽。不用了，直接倒，对。好，放鱼。放了。